嘿，欢迎大家回收看雾分尸的游戏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场新的英雄联队二铁十字线上对战转播。那今天这一场比赛是由两个苏联玩家对上两个西德玩家，分别是 Stucky 和钻头君 K， 也就是瓜牛 K 的意思。那对上 Soma 还有 Slayer， 那这个好像是他们新成立的战队 Tilt V Tilt。VTilt 之前印象中是没有看过，但 Slayer 已经玩了很久了。我之前还把他跟另外一个 Slayer 误认，但他们的 ID 的拼写方式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在目前的版本，我一向认为西德其实是目前苏联灾情的最大受害者。那就要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办法成功的获胜。索马一开始就已经选择了散兵了。其实有很多特殊兵种把 VP 稍微调遣之后，就是蛮容易去导致前期的 BO 受到影响，那就会相对受限了。因为你很早要做这个决定，才有办法让这个散兵的2 CP 真的有使用到。那如果是一些像是武器包升级的，你就可以放在后面点再选。反正像是你都开动员兵之后再决定你要选哪一个指挥官来辅助他。国民弹这一类的，就是德军相对比较没有这个灵活性的选择空间。像截至目前为止，西德还是只有一个联队拥有闪兵嘛。那你会发现，美军拥有复数的联队有 Pathfinder， 然后德那个苏联也有复数的联队是可以给他 Guard 的选项。那 Shock Trooper 是到处都是。那英国的话就跟德军差不多，英国其实一直都是盟军里面最像德军的阵营。这边蛮早争取中央图控的，不太确定为什么。Stucky 的部队似乎是有被打退过一次，然后他的工兵多补了一队，所以这边应该后面会生火影响。事实上，两边走的都是三动员双工兵的开局，那这个好处大概是能够跳过火雷。就是你即使需要对付建筑区，你一样不用研发火箭瓶，但是就是花60弹药上一个火箭枪。事实上，黄色的弹药不见了呀，火箭枪已经在升了，但缺一个组员的情况下出发不是很理想。但这边用来阻隔掩体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这次投入战场可以让国民弹瞬间被打退，用现地的动员兵去做小队结合的方式。燃烧掩体，以人力交换来说，西德这样子烧下去也是不太划算的。毕竟他杀的每个动员，杀的每个模型都是动员兵的造价。这边看到火焰枪后撤，但是对方火焰枪没有要停滞的意思，继续前压。反正你后面也没有任何的守备位置可以用，基本上都一定会被烧退。哦，这个撤退有点，有点刺激。但动员兵是有机会卡住模型，让他再多被打几下的。在这波推进中，下方的工兵也没有留下地雷哦，所以并没有特别去利用到这个西德扫雷能力欠佳的部分。顺便要讲一下西德扫雷能力的缺陷，其实在2v2的影响幅度还是稍微比较小的，可是双西德的时候，你还是会明显感受到就是扫雷能力比起
比起有一个东德的时候要来的更差一些。这建筑理论上是不能久待的了。像现在还有吸引火力的功能的话还行，也就是说对方愿意花整个小队在那边打他的话还行。但是如果你待在里面然后对射的话，他就是一扇窗，其实蛮糟的。这边继续使用这个结合小队的伎俩，应该也没有办法撑住了。献帝的火力有点太强，所以他迟早会被打碎。哦，撑不住了，这让我有点怀疑这个耶格赖丁圣锤的基础补强是不是也比较抗的。好不容易解除了自己的断点，那上方在这一段期间其实 Slayer 也已经收复了大部分的领地了，就是因为 Starkey 也一起过来 double 了这个断点的关系，所以他基本上没有能力去防御自己的区域。那以刚才这样一来一往来讲，我觉得还是五五开的态势了，其实盟军没有太赚。那现在自己的断点被摸了，简单的摸了一下之后，他其实整体是落后的。刚刚这边钻头军没有踩住断点是有点吃亏啊，他们现在资源油料收入只有7，弹药11，非常的惨。你看断点一接通之后，弹药马上飙到32，然后油料13，那是因为油料点也被拔掉了，所以他也接不到了。没有火雷，没有火焰枪，所以这波的推进应该会有点困难。可以选择放弃了。那 Starkey 下方这一波推进被打退之后，理论上他应该就要专注在自己段的防御。希德也没有大量的埋设地雷，因为其实看到火焰枪的时候，正常的反应是会埋地雷，但是以目前苏联这个 BO 很成熟的情况下，大部分都是走双工兵，已经不太像以前有的时候会没有足够的工兵去升扫雷器。正常对付苏联的这种步兵加火焰枪的阵型，你地雷要埋在比较保守的位置。那这个埋的算其实也还可以，就是偏自己这一侧就好了。只要是超过半线的部分放地雷，都不效果应该都不会太差，因为这个地雷用人力杀伤来换算是一定不会划算的。就是以炸苏联的两个模型花你30弹药来说，绝对可以。但是主要是要让那个步兵压制的效果。加上苏联的这个火焰枪的阵型走的通常会蛮 block， 就是步兵会靠得蛮近，有的时候会压制到不止一队。AA 车跟这个 T70 同时进场的话，其实相对来讲，在这么短的就是窗口期，苏联应该在整体上是领先的。这边有机会抓掉，跑了。缺 AT gun， 那防空车打 T70 是会受损，一定是会扣血，但是整体来说不会太有效，比起 Luke 的效果再差一点。
感觉比较接近 2-2-2， 其实就是房车的穿甲火力来讲比较接近 2-2-2。继续的呼叫伞兵，随便挑个空地挑。差点死掉。库伯车在现在这个阶段，他提供的视野跟占领就是帮助比较大，他已经不太有提供火力协助的功能。绕到背后的 Shark Trooper 还好有足够的步兵对他进行集火，不然这边前线的部队其实是有机会撤退的时候被杀爆的。目前德军的油料又是完全被切断的状态，苏联步兵盖来的前压其实是蛮奇怪的，因为它很明显是可以就被动的在这里等待就好。哦，被普马打掉两个模型，这很衰啊！至少撤退路线上并没有去踩到这个地雷，掩体被打掉了。继续换一个掩体，两把 SDP 四四都还在，还是蛮痛的。检查一下两个苏联的科技哦，这边 Starkey 并没有拿取断这个反坦雷，所以他的盾兵兵在威吓装甲的能力上会有问题。双方都有 KV-1， 然后走的一个是 Guard， 一个是 Shark Trooper。事实上 ，Starkey 用的这个是我最常用的苏联的指挥官。盾兵这条撤退线其实看起来已经蛮危险的，他跑经过自己的火。对，没事。啊，伞兵很危险哦。还好 TT 没有动作，不然。哇 ，TT 营竟然转头想要打库伯车，太贪心了吧 ！TT 营去了。哦，船模型有机会存活。哎呀！我有点忘记 ，TT 营应该也可以撞这个栅栏。那如果直线的倒走，船模型就直线的这样走。有机会在普马转好炮塔之前躲到建筑后面，不一定。OK， 库伯斯应该是死了。哇，还是用手雷杀的。那这呀，这动员兵也死了。这损失有点大，就只为了弄一下这个库伯。这边还掉了一支 AT 杠哦，想要去推进这个，有可能本来是为了要杀普马了，但是后来好像是朝了这个 T4 开炮之类的。
有点太贪心了。现在这样子让德军得到喘息的机会哦，不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我觉得德军的苏联的优势是蛮大的。把对方的这个木屋弄塌。发现 ，OK， 活下来了，好险！索马这边应该是也要打算开自己的 T4。是有稍微分散开一点点的。目前完全是借用队友的医疗站。我把主炮打死一个 Shock Trooper。结果被断腿。这个其实对 Shock Trooper 做地面射击的尝试是有一点多余的，几乎不会有伤害。西德的 AA 车，我可以非常肯定，它跟以前我熟悉的美军对到的这个状况差很多。它对掩体后的单位的精准度真的是莫名其妙的高。非常早的一台 KV-1， 那我一直觉得 KV-1 现在早进的优势很明显没有以前大。有一点是他们的那个科技树改动之后，我印象中就以前的苏联科技树基本上是二选一的，那在那个阶段的 KV-1 好像是可以，我有点忘记是呼叫还是生产，但是印象中那个时候的 KV-1 是可以蛮早进场。德军现在看起来似乎在想办法稳住半边的地图而已。掩体被打掉。反弹炮已经架起来了，有一支前进进到反弹炮射程，交出了烟雾，所以蛮赚的。看起来是可以不用交烟雾了，这个距离加上那个反应时间是蛮快，开始倒车的。但是四十弹要买个保险，总比不小心发现时间不够。苏联的反坦炮可以这样子可靠的击穿 KV-1 正面，我觉得蛮讶异。库马弹了两次。这边对抗 Shock Trooper 继续艰苦奋战了，还好震撼雷有成功，不然又要灭队了。反弹炮可以
给第一次压制了，不然反坦炮的存活率看起来是很渺茫。AD 刚开炮没有命中，所以揭露了自己的位置，库玛开始跑了。这边 Starkey 选择也是出 KV1 就有一点多了，就讲了 KV1 现在进场时间晚了之后，其实它最主要就是这个提供挨打的功能而已，它已经不太兼具硬邦邦跟火力。因为他一开始如果他够早进来的话，通常对方的玩家应该是处于Slayer 现在的应该说是没有鸭子，然后只有这个反坦炮一门的。那在对方第二门反坦炮补齐之前，会有一个不错的空档，可以用 KV1 做推进跟压制对方的阵线。他单门的反坦炮基本是没办法阻止 KV。那现在两个玩家都有双反坦以上，就是两个专职反坦的单位以上，所以不会让他太容易可以发挥。那这种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你先进卡丘沙跟先进 T3476 的帮助都比较大。 T3476 有比较好的突控范围，然后卡丘沙的话是就是能够有效的消化掉敌人的步兵。那 KV1 是等到敌人的装甲像是四号战车这一类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用它去制衡对方的装甲，因为对方的装甲也不能够完全无视你 KV 啊。那 KV 有威胁的情况下又不难，就是很难被解决，所以可以拖住不少的时间，他在战场上的工作才会比较有办法发挥。像现在进来大部分的 KV 主要的工作就是挨打而已，那挨打反而会让对方的反坦单位练经验值不是很好。我先检视一下这个钻筹军的 KV1， 目前是四杀，就是这真的击杀数是很不 OK。 Starkey 是三杀，还可以，说真的就是还算有点表现。然后这边开启了这个突击技能 Valiant Assault Sharpshooters， 集中先处理掉反坦炮，现在开始被围殴了，蛮可惜的。那我也不太确定国民党为什么没有先拾取反坦炮。哦，炸爆！还好还是存活了。那这边钻筹军理论上应该先去把这个反坦炮 A 掉了，因为现第一是没有人可以去拾取它，那没有必要留给敌人。刚刚的卡丘沙轰炸应该是有揭露反坦炮的位置还在的。老战车断腿，是就是看起来为什么他没有去打反坦炮，他想要前压抓这个断腿的装甲。库玛应该是过来协助喷烟的，没有喷烟。最后还是喷了，那地面射击没有命中。缺乏增援能力，这个技能因为解除是瞬间的，所以你没有理由不开它，然后到每个地方停着在等的时候就都可以先把它打开。两个 KV1 都只有五级杀而已，你换成 T3476 的击杀数也一定比这个高。
其实大概抓三个模型是极限。追出去被 KP1 炮轰。什么？炮弹竟然能够没有破坏幕墙的情况下穿过去哦，这太奇怪了。这些栅栏是没有碰撞的，我以为他至少要先发一发炮弹打掉幕墙。这边大概是在担心撤退雷哦。四号战车十三级杀 ，KP1 还是五杀。两台坦克的造价我记得是非常接近的，380的人力，那应该比 KV1 少一点，380140，这420145，很接近哦 ，KV1 稍微贵一点点。哦，看来这个 B4 没有命中 ，B4 是来自蓝色的。赚仇军，怎么讲呢？一是比较偏向防守型的武器，他建议是在对方进攻的时候使用，自己进攻的时候去使用一次的话，通常是那个射程太远，散射会有点大。那这边的空袭配合盖的。坦克单位反装甲单位是成功抓掉了 Starkey 的 KP1， 所以现在 KP1 就剩下一只。那理论上这第二只的 KP1 本来就不是太好的选择，那现在这样子算是还行吧，就是你只剩一只 KP1 是正常的，出太多 KV 就是一样有那个火力不足的问题，机动性也是不太好。哦，这边在防止对方的步兵推进，预先发了卡丘沙。蛮可惜，这边卡丘沙盖也有炸到的话，理论上闪兵应该会直接被打退。更多的B4炮弹，刚刚这发真的运气就有点不好了，这个距离算是应该蛮稳定的。小出本红帝死了，哦，被。破击炮的组员射死，哇靠！然后刚才发射的破炮弹掉下来，又砸死一个人，差点被破炮组反杀哎！啊，这破炮组架到红地上，完全找死啊！现在发现了，双方的 VP 现在是还在僵持状态啊，非常的接近的拉锯战。那但是整体在战力上跟有料的控制权上，你会发现德军已经开始慢慢超越盟军。这是一个蛮奇怪的现象，因为正常在卡丘沙跟这个炮兵进场之后，会是德军开始难打的时期。那我觉得跟这苏联走的前期的装甲选择就有关系啊，就是太早走 KV1 没有办法打出伤害，那相对在那段期间内，盟军步兵被打退的频率反而高于德军。看来是在 ，Yeah， 其实他应该上来一点，然后直接对欧巴进行集火。可以做修整，想用卡丘沙反制炮兵组吗？有点危险，因为卡丘沙射程其实蛮短，没有 Panzer Waffe 那么悲剧啊，但是还是需要跑到蛮前面。库玛差一点被卡丘沙炸爆啊！这边卡丘沙八杀，这个零杀，
卡秋莎一星应该是解锁技能，没什么屁用的这个 Creeping Barrage， 非常少人会去使用它，因为它消耗弹药。如果它改成免费，我相信更多人会去使用它。就是你改成不同的发射模式就好了。一个范围内，卡秋莎本身的这个火箭轰炸能力很明显就已经很强。那我把它改成一直线，却要花45弹药，这不是很说得通。这边没有办法架设掩体，被打其实很快就会没血。鸭子没有继续射击哦，他没有做地面射击的动作。流炮对对方本来尬着跟 AT 杠聚集的位置放炮击，那现在中场是推进的好时机。鸭子逆中，这样刚好也不会被胜利点看到。似乎找到了 KV1， 就搞了他一下，看来你可以再打一下才对，来不及。KV1 是三级杀二星，二星开始的 KV1 的能力有大幅度的得到提升。通常只要一星是解锁某个特定能力的车，它的二星都会有蛮强。非常危险的卡秋莎弹幕，好险炸歪了，不然直接全灭、啊、这么近。哦，卡秋莎刚才这个回旋其实蛮有机会吃铁拳的。看这个回旋，这个很妖兽啊，转了几乎是360度这样。第四看来想要一发炸掉豹四或四号，但失败了。这也是有一点点衰，因为这 B 四也是已经蛮前面的，两门 B 四，第二发命中四号但没死。没有直击啊，但是也是有命中的。那这成功的让 B 四得到二星的老练度，接下来会准很多，而且射得很快，所以 B 四也是上老练的是蛮重要的。就我觉得早期不用太计较 B 四有没有帮你完整的炸死整个小队或是炸死东西，就是让他上经验比较重要。这边也开始在焊接这个152毫米流炮。理论上直接对以中这个流炮作为中心点轰炸是会蛮有效的才对，因为毕竟这也是对方出入基地还有撤退会经过的路线。哎呀，布马被 B 四炸掉了，就是老练的那只炸的。成功的摧毁一个车辆，BB 现在的天平又再次倾向了红军这一侧，但是又再被德军拉锯回来。冲进来杀了 KV1 之后，反弹炮架起来。又重新排炮哦，因为刚才掉了一个组员的关系，哇，让豹士成功的躲到遮挡物的后方了。那现在残血的豹士居然嫖了 KV1 之后还能离场，太神奇了。德军目前看起来是缺乏类似斯图卡这类的能力去对付这个流炮，那。如果真的要打的话，他们的牺牲应该是蛮大的。这边持续的炸建筑也是一个帮 B4 练经验值的好方式，因为他取得经验的这个概率比较高，
就完全炸在空地上的几率比较低。哦，更多的 B4， 更多的火箭弹。这边第一个优先的目标是摧毁维修站，也是蛮神奇的。那可能是在赌看看有没有车刚好会停在维修站上面吧。105炮开始试着还击，但是这成功的几率渺茫啊。火焰雷成功的阻止盟军取得中央 VB 的控制权。我觉得盟军目前打起来的状态有点太享受自己的早期优势，这个 VB 占领的放弃的容易程度有点太轻易的放弃它。宝石这边预谋不轨。看起来本来是冲着卡秋莎去的，卡的还是有决定把自己的 PDRS 捡回来。又打掉一支反弹炮。鸭子被反弹炮射击两次都失败。哦，盟军终于出了 AA 车。结果钻头军的 AA 车在范围内直接被空袭打掉，直接被空袭打掉了，哇靠！这边宝石万岁冲锋，四号算是拖住了一点反弹炮的时间哦。哇，宝石没有打死卡秋莎，惨不忍睹。不太确定这是要炸啥，可能刚才那里有东西，他已经下达炮击指令，可是炮座还在旋转，定位不到这个方位。那炮子员全部被清掉了，那他周边有东西可以打掉他吗？他需要拉 AT 杠过来。OK。基地内的爆室还在引起骚动。所以感觉盟军也不是太积极的在防御自己的流炮的阵地，不然刚才这一波看起来，盟军是大赚。卡秋莎选择轰炸 VP。两个 B4 的炮座都被清掉了，然后105炮152炮还在。德军105也被炸掉了，所以整体换算下来我觉得盟军一定是赚的啦，可是他就要记得去把这个炮补回来。就算不补 B4 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要补卡秋莎。现在钻头军的单位有点少，主要的损失应该是集中在他这一侧。直走斯图卡，清掉了
ML20 的炮嘴。哦，这蛮危险的，因为提供的视野，现在鸭子开始在清除炮嘴，可能来不及。Yeah, Starkey 已经尝试去弥补，但是来不及了。这样总量算起来，其实稍微有拉平的感觉，因为毕竟盟军也掉了 KV-1 两座炮。掉了两只 AA 车，所以这也进一步的让德军的空袭在接下来可以发挥效果。不然照刚才两只 AA 车只要有一只存活的情况下，下一轮的空袭也不会太有效。空袭率先进场，涵盖范围不是很理想。先暂停讲一下这个技能使用上比较缺乏任务目标一点，就是，你就算协助你的这波攻势往后打赢了，你的目标是要什么？你没有东西要打，如果这个炮座还在的话，就还可以说得过去一点。但是他后面没有 VP， 没有什么可以占领的区域，那也没有什么是你保证可以追得上的目标，就他没办法离开这个区域，他必须留在这里跟你的步兵作战。那都没有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你去使用这200弹药的空袭，真的有点麻烦。但是刚才在范围内被打了几下，中间欧巴埋设了这个鬼雷，鬼雷配合这个在眼底坚守的欧巴，其实是蛮贱的一个组合。哦。鬼雷被这个弹幕清掉了，损失不少的步兵在伞兵的推进上。Starkey 的部队保存状态还是比转轴军要好一些。这波攻击可以分散选择目标了，所以没事了 ，KP1 没死。这 T3476只要在后面一点的话就 KP1 就死了。尝试使用武器组去阻止这个后期的闪兵进攻，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它有非常多的隐秘的空间，可以提早预知到你，他们看不到它。然后，闪兵集火的火力很强，它像这样子在绿掩体后方稍微有增加一点胜算的。可是如果你是平常架在一个黄掩体或是随便的位置的话，不太有机会靠机枪去阻止这个高阶的闪兵。我特别讲高阶，是因为除了火力提升以外，低阶的闪兵是没有办法在掩体中移动的时候保持很强。这个火力，
丘沙成功驱赶了所有的步兵，但这个火力的加成还是在。看来本来这个弹幕是要冲着马克星来的，那马克星早就已经被打掉了。得的有点严重，妈的！打嗝正常，要让他恢复是要一段时间不讲话。试着憋气，让那个状况可以好转，但是播报的时候就特别困难，所以每次实况跟播报遇到打嗝都很烦。第三次七六断腿，后面没有足够的反弹支援啊，所以这个死亡的几率很大。要被击毁了！哦，死前还反杀了一只国民蛋，哦，没死，赚到了，赚翻了！苏联这边也交上了自己180弹药的空袭，这主要是针对反步兵的，所以刚才至少杀到一对国民蛋，所以我觉得不亏了。但是正常是不应该用在这个时间点。就是主要的决胜的时机下，对方有大量步兵聚集的区域再去使用。钻头军又重新补出了自己的 AA 车，来自 Slayer 的虎王。以这个维修站的覆盖范围来说，虎王的活动性应该会不错。他不用推到很后面，大概在这里就可以得到维修的协助。这边击穿，又增加了虎王的维修时间。这一发炮弹打在这里，这整队大扣血，这散射范围完全都不合理啊！卡丘莎有一点本期战犯的感觉，就是这表现值绝对在卡丘莎的平均表现以下，就做的不是特别好。用 KV1 跟 T3476挑战虎王不是很好的主意哦，因为速八五已经退场了。攻击两台坦克最好是分散开，不然本来锁定 KB1 的也可能不小心打中 T34。以空袭的威力来说 ，Sector Assault 的性价比比起 Airborne Assault 要大很多，要大很多。最后还是死了，然后还在抬炮。李万试着扛住战线，但是因为他没血的关系，
吸引到敌人推进呢，离开了本来的位置。炮组被摧毁。现在这一波真的会导致转轴军这一侧的战力崩盘。苏八五刚才要是已经生产好在场上的话，就有办法扭转这一波的战果。这边做到对两台坦克成功的断腿的动作，可以蛮有机会透过接下来的队友苏八五去击杀。哦，苏八五被烟雾卡住。反弹炮推进到蛮危险的距离，打死了。这边靠他自己的速八五挖地瓜。打错人，他应该要确保他锁定的目标是豹式。刚才第一发打中的就是豹式的话，这边的攻势已经瓦解。预测苏八五可能前进的位置。这蛮赌命的啦，但是因为德军有油料，苏马有油料存量，所以他大概可以接受用一台任何一台坦克去交换这支苏八五。那接下来苏马的装甲重新进场的速率会比起转轴军要快得多。但再次歪炮 ，OK， 至少插到一队，没有灭掉。卡丘莎的表现绝对是在平均线以下，也许这就是德军在对抗苏联的时候需要得到的帮助。就是让卡秋莎表现得不要像现在这么好。中央持续的有下达这个安装这个鬼雷了。鬼雷一般对尬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因为尬的不太会愿意前进。那这边就是一个控兵失误，他还是踩上点。鱼丸一发就打掉一个模型，运气蛮不错。这是他唯一的击杀，我天哪！这是他唯一的击杀。KP1 的火力真的不行。开始大量补充 T 3 4了。如果你后期油料有剩，然后战力已经完全不行了的状态，就转出 T 3 4跟工兵的组合是不错。那前提是你还是要维持一定数量的反弹炮，就协助对付一些像是虎王啊这一类比较酷、比较硬的装甲。沙战车有机会被击毁。KP1 没有开炮，这个
火焰雷应该有办法成功烧退马克星，但步兵还是选择撤退了，蛮奇怪的。哦，被霸顿住，直接就被击毙。这边绝对在最后的这50 VP 以下会尝试死战不退，我没有成功的被断腿，步兵聚集的有点危险。OK， 两个炮打掉三个模型。哦，真的是死战不退，我的天哪！1:37:278。多嫖了一点虎王的血量，被四号撤袭了，蛮危险的。这个第三次没有马上进行协助，没有马上进行协助。哦，最后还是有机毁掉。但一样 ，T 三四现在需要赶快去协助自己的速八五。很好，帮到忙，做得好啊 ，T 三四。看来是 VP 告急了，他也决定优先攻击步兵了，他不想管这台四号，还是被队友的速八五击毁。第三次应该要开启占领模式，有成功的压住 VP 锁死，但队友的速八五也被击毁了，那所以鸭子要是回过神来，知道过来击毁第三次，第三次也没办法。鸭子已经发现这件事，在后面 VV 非常关键的时刻，这个 T 三四的占领技能其实是真的蛮强的。这也是一部分，我觉得 KV 1的那个锁定防御技能也许没有占领能力好用的原因，因为在后期用 KV 1这样做以前其实是更贱的。VP 靠烟雾，然后踩住，稍微炸掉一个模型。不丢手雷，敌工兵其实可以撤退了，靠国民弹踩着就好。这边手点的马克星被伞兵集火打掉了。在最后剩下 7VP 的时候，盟军直接选择投降了，因为中间其实被踩得死死，而且虎王只要能够陷入一个作战态势，他不需要离开他在 现在所在的位置，不用去进攻或是支援其他的地方，说虎王其实就是非常强力的兵种，所以这一仗能够让虎王一直持续在这一个区域内活动，也就是说Starkey 失去了对外线这个洗脑的能力，他在外线作战的时候不足以让虎王必须被调度走才能够应付，而是只要留在虎王就只要留在中场，那这会让他吃蛮大的亏。那钻轴军这里的话其实也是就死太多单位了，他其实后面跟 Soma 对开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难维持，那你可以看到后面这个赶着生产 T34 的时候，就是已经他有一点不知道要造什么东西，那最后才想起来就是要一直造 T34， 那早一点做出这个反应其实他的战力比会稍微拉小，就是差距不会这么大。这边要讲一下，其实
西德在我目前的评估啊，依照这一场比赛的这个结果来看，我还是不会认为他对苏联是一个可以的 OK 的状态，因为这场其实几个问题啊，苏联选的都不是 Meta 的指挥官了，然后没有标定车辆，然后没有滥用 T34 冲撞，再来是苏联也没有这个 IFC-52 这类的东西去胁迫你用猎虎做反应，所以你的主动权，你的战术的主动权还是有一定的幅度在自己手上。那这边他吃到的亏是很明显，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对付苏联这么多的榴炮。那苏联的步兵损失其实是导致他人力后来吃不消，没有办法补充榴炮的主要原因。那这就有一部分就是你根本不需要这些 KV-1 的维持费也比 T34 要高出不少，它比 T34 高 40%， 所以你没有理由去出 KV-1 之后让自己的人力进账变少，然后后来承受战损的时候无法补充。不然其实照德军那一波的进攻牺牲掉的内容来说，你重造对方也重造，照比值上你应该是赚的。那主要就是那他损失的太那个人力流损的太严重，那这些东西他都没有那些我讲的 T34 滥用冲撞加上全场呼叫技能，像是反坦克炮击啊、反坦克火箭弹啊，或是反坦克轰炸、啊、或是 IL2 轰炸，这些都没有。所以我讲的那些基本上随便在 2V2 里面都包在一个IFC指挥官里面就有了。所以整体来讲啊，正常你遇到比较流行的指挥官的时候，就是真的比较有效的苏联指挥官的时候是没有这么好打。那双方的选择，我觉得 Starkey 的还是比较有竞争力一点的。B4 稍微不是那么稳定，他的表现还是蛮看脸的。即使就我觉得已经在合理的击杀范围的时候，他还是很长没有办法命中，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会有的时候你表现会大起大落，不是很理想的指挥官，但其实是很强的指挥官，主要是为了这个能力。事实上 B4 只要能够稍微修正他的杀伤力跟可靠度，我觉得是就会好用很多了，就是让他更常可以打出伤害，但是不要一击必杀。那但是游戏现在就不是往这个方向设计的，所以这个指挥官还是有点乐透的性质在里面。那整场下来的 VIP 我会颁给鸭子， MVP 说错了，鸭子其实在蛮多次的关键的战斗场合都发挥到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早期的攻势。其实 KV-1 早期的攻势靠队友那一侧的铺马跟反坦炮很明显是会有点招架不住的，那个时候他同时拥有反坦炮加上鸭子的组合，其实在压制对方两个玩家都出 KV-1 的情况下是蛮有效的一个情况，因为 KV-1 的机动性会让他没有办法对鸭子形成足够的侧袭的威胁，所以鸭子的火力、穿透性还有准度这些综合性能会让他在最大幅度上提供对抗 KV-1 的这个功能。那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